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本期呢，给大家带来 IC 平台的24人街霸啊。那这款游戏呢，是大叔的一个水友啊，上传到大叔的群里的。试玩了一下，发现还是不错的。说是24个人啊，其实只有12个人。这12个人呢，就是当年的街头霸王二的天下斗士的8人，再加上四大天王啊。那游戏基本的引擎呢，是延续了 FC 平台的四人街霸的手感，但是呢，人物也进行了调整啊。好，咱们用的是龙啊，所有人物的飞行道具啊，伤害非常高啊。大家看啊，2下、3下，大概5下啊，这个人基本上了。好，5下，每一发飞行道具呢是20%的血。那与此相比啊，你像拳王一类的角色啊，拳王一个前冲的重拳啊，就是他的必杀技，大概也就只能打5%左右的血，所以大家想一想啊。然后大家看这个底角啊，啊，龙的底角变了。好，我做出了一个投技的动作，但是没投到人。旋风腿的打点呢也有所提高啊。然后堵在角落，甚至不用在角落的连续的投啊，仍然是有效果的啊，还可以连续投。不只是龙可以这样，你像本田这样的角色啊，也可以连续投。捕猎，捕猎这个场景很熟悉了啊，确实是那个四人街霸的那个场景啊，但是我感觉好有根。这个脚短了，真是不适应啊，真是不适应。因为四人街霸龙的下腿啊非常的长啊，估计是这个攻击距离的3倍左右。我这一个脚刀，哎，他的这个飞行道具啊看起来打点非常高。手感上啊有很多怪异的地方啊，这难免。你用旋风腿的话呢 ,NPC 肯定会吃，会吃啊。AI 肯定会吃后来的这个旋风腿的。飞行道具呢起身是防不住的啊，起身是防不住的。这样的鬼设定啊也只有在 FC 平台啊比较常见。哎，这是啃啊，看起来只是换了个颜色啊，看我踢了他3脚啊，伤害才那么点儿。结果呢一记波动拳啊，伤害就很高。而且 AI 好像不太会躲这个波动拳啊。哇，一记升龙。哦，抓人啊是可以接升龙的。哎，我想抓他啊，但是这个时机真是不太好掌握。这样的游戏呢你感觉就是一个整合的版本啊，它整合了好多人物，然后放到了当年的四人街霸的引擎之下啊。好有根，哎，哇，升龙拳被打回来了。好，中国的场景啊，这个厦门肉食公司啊看来变了，变成了什么，这是什么肉食公司啊，好像是这个开发商啊。啊，那边是上海发廊还在啊，上海发廊还在啊，这样我们就放心了是吧。好有根，升龙拳的出法呢是前下拳啊，前下拳并不是传统的好有根的出法。然后旋风腿是下后脚，波动拳是下前拳，对，龙的技能还可以，就是这个下腿啊感觉哇，感觉人物的比例好像变小了一样，是我的错觉吗？好，又赢一局啊，看看最后打多少人啊。
我希望别打24个人，那样不知不完了。哦，这就打四大天王了吗？这也太快了。NPC 就是吃啊，就是吃这个飞行道具啊。我这踢了多少脚？7、8脚啊。啊，前面有重复的人物啊，大叔就剪辑掉了。哦，升龙。啊，不防御，这个 AI 啊。还是不防御啊，把他的升龙踢下来了。我的升龙也不无敌啊。哇，一脚踢死了。我的天，怎么最终 boss 了？这什么鬼？哎，他中了飞行道具不倒地吗？抓，抓，哎，没抓住。AI 啊，感觉有所下降啊 ，AI 的水准。我抓我。哎呀，他这个打点好高。啊，我出了抓人的动作，抓不到他。啊，一波压制带走了。不能是通关了吧？我人没打全啊。啊，没有，没通关，没通关。这个顺序是怎么安排的？随机吗？这个顺序不对啊。哇塞，太吃这个旋风腿了。一抓之后呢，马上可以接升龙了。作为终结技来说是不错的。啊，还有抓人的技招，啊，在空中放爪子抓人。你旋风腿打他一下，他打你一下，咱们是划算的，因为这脚踢起来非常疼啊，看着。接了个飞行道具啊，接了个波动拳。看看打不打拳王啊！桑吉尔夫，哎，他出了个那什么动作啊？我离你那么远，坐我！哇，可别真坐的啊！这让我想起了。降龙、屠龙这样的游戏啊，哇，竟然有攻击力啊！这样的技能，而且他刚才那一下把我的飞行道具还打没了，这个人物看来改动很大呀。啊，那毕竟是。哎，不对啊，他原来是四人街霸的人物啊，原来就有他，所以他变动竟然这么大啊。你看他不断的在做出抓人的动作。哦，又是最后踢了 N 脚。
啊，本田啊，是的，本田还没打。百裂掌，这百裂掌看起来好疼啊！这货腿长脚长啊，在这样判定不太严格的游戏里，它是非常的占据优势的。我最后为什么怼了他一拳？接着抓啊！这姿势，还有这种操作。抓！这回我不会放过机会了啊！好有梗！我要打自己啊！不，偷偷偷！自己通常都是不好打的，可以选择用飞行道具封死他。起身这东西啊，防不住。哦，可以趁最后一下，我出个旋风腿之类的啊，帅的啊！抓！这回又出了个波动拳，我想出升龙，我怎么没出来啊？哎，这货啊，我打过了，我打过了。那好吧，那看来啊，要把这全部24个人都打完啊，才算是通关之类的。那今天呢，就先给大家录制到这里吧。综合来看啊，游戏素质在 FC 平台还是不错的，而且呢，人物补的也比较全啊。如果有喜欢的朋友呢，可以来试玩一下。那好吧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